蓝白是合，是合作的合没有成功嘛，但蓝白合还是不要放弃啊，和平的合还是留着吧。谢谢。啊，没有啊，很多我倒觉得这样的，活在世界上，我不要太在意每一个人讲的每一句话，就是说心存善念，尽力而为嘛。我们都，那我们就把每一个都当好人来看待。最近在想联合政府的问题。如果不同的政党要在同一个政府里面一起工作，除非有更高的东西去把它卡住。蓝白合确定跟布局之后，现在赵少康他们就是你也说你不会当选，还说要你的支持者去支持他们。这个如果从那个看脑度上看来，当然目前还是赖清德最高嘛。不过如果扣掉赖清德那一组的话，再也还是目前还是我的看脑度最高的，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哦。反正还有最后不到50天嘛，这个就继续努力。既然我们都讲说哦，蓝白是合，是合作的合没有成功嘛，但蓝白合还是不要放弃啊，和平的合还是留着嘛。我们在跟国民党在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战略思维最大不同嘛，我们的战略是目标政党轮替，所以要赢过赖清德嘛。但是我看国民党是力拼第二名，整遍柯文哲，那我觉得他们的战略目标还蛮奇怪的。谢谢。啊，对吧？很多我倒觉得这样的，活在世界上，我不要太在意每一个人讲的每一句话，就是说心存善念，尽力而为嘛。我们就把每一个都当好人来看待，是吗？当然，尽量啊。最近在想联合政府的问题。如果不同的政党要在同一个政府里面一起工作，除非有更高的东西去把它插过去。